外国人的。加拿大的风景真的不能用想起来的，只能用哇，这里下去要好深好深的。我记得几年前跟子舒来的时候，我下去过。今年再不下去，以后大概没机会，所以我再走一下。啊，样很棒，想不到这么大。我好像已经下。加拿大的英雄 Terry Fox。他是一个癌症病人，为了募捐跑遍全国，最后他去世了。加拿大家喻户晓，心目中的英雄就是这样子。你要孔雀来个开屏，哎呦，我总算看到孔雀开屏了。Hello。
的。把这个放在那里可以吗？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. Make a wish. Make a wish. Make a wish. Yeah, you both make a wish. Okay, treat you. Come on. Let's.这个我吹。